那为什么要奉献弥撒？弥撒献仪哈。那前面多多少少已经提到了，那在这个地方整理一下，教友借着自我牺牲与基督的牺牲结合在一起，我愿意牺牲一些东西，我把这个钱奉献出来，表示我的心意，使能有效的分享身体圣事的一个恩宠。所以这种诚心诚意的这种奉献牺牲是心甘情愿的，跟耶稣基督甘心情愿为人类所做的那种牺牲精神做一个相连结。我们这样的做法使我们的奉献与耶稣基督的牺牲相对的拉得更近哈。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同时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牺牲的做法，对于神职人员在物质生活方面的一个支持。因为那时候可能对于神职人员，因为神职人员说真的我们有生活费，但是没有可能有更多的开销我们没有办法负担的时候，那这种东西弥撒的献仪无形当中就变成是一种支持神职人员的一个生活，在生活方面的一些补助等等，那也是一种爱德的实践，那对教会的服务者一种慰问安慰辛劳的一种做法。好，那法典里面刚刚也提到了，法典看得到过去的历史，哇，有些神职人员我们不否认贪婪这样子的一个恶势力确实会腐蚀人心的，所以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得到不少的神职人员如果把持不住这个所谓的神凭的精神的时候，会不会被贪婪腐蚀？会的，一定会的。所以法典特别提到了，按照教会的准许的一个习尚，在供祭的时候可以收弥撒献仪，他用的是可以哦。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有人没有给弥撒献仪，你要不要给他奉献弥撒？还是要哦。所以钱的这个部分，献仪的部分，教友们自由的愿意的奉献出来，但是我们不能采用一种强迫的方式，心意是最重要的。好，那而且我们还要按照教友的意向来奉献弥撒。神父，今天我可以奉献我这台为什么什么什么意向祈祷吗？好，我接受你的献仪，我答应了你，弥撒当中我就要为这个意向祈祷。既然收了这个献仪，法典规定你就必须要把它完成它，否则就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那在这个地方也甚至说，如果今天没有献弥撒，或者有人说神父，我想为我的爸爸生病，我为他奉献这台弥撒，可是神父我没有钱，神父说没有问题，我为你献，这是一个重要的精神。不是因为说哦，你没钱了，对不起，我不跟你做，这就违反神凭的精神，也违反整个弥撒的爱的意义哈。所以教会很清楚的，弥撒并不是一个赚钱的一个做法，更不可以利用弥撒奉献弥撒当作是一个赚钱的利益交换的一个行为。所以法典以及在教会传统的教导里面，我们在修道院的培育里面，一直都告诉我们，将来当一个神父，我们必须面对那些需要的人，那些贫穷的人，弱势的人，我们要完全为他们奉献出来，而且是不收任何的情况之下，也需要为他们奉献弥撒。所以这里就很清楚地看得到，教会了解过去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所谓的陋习，到今天不断地提醒我们这些神职人员，不要被贪婪，因为金钱很容易让人腐蚀。所以面对真的需要的人，即使不收任何的弥撒献仪，我们还是心甘情愿的为他们奉献弥撒。那同时这里也特别提醒，信徒的这个献仪为了自己的意向做弥撒，对于教会是一种帮助，同时也是对于神职人员照顾神职人员支持这些教会的传教工作的一种做法。好，这个就是弥撒献仪的它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意义是什么。那这里特别提一个很敏感的事情了，教会其实都知道
在过去的历史当中，特别是在中世纪后半段，我们称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就称这段时期叫什么？教会的黑暗时期嘛。你们也一定听过赎罪券，对不对？这些都是很糟糕的一些神职人员，他们整个教会的形式在那个时候造成了很多的一些误解。当然后来也有很大的改革，这也是天主教会一直在反省的一个部分。那关于贩卖圣事的部分，禁止以弥撒献仪做任何形式的买卖或商业性的行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给钱我就不跟你做弥撒，这是绝对错误的。教会一直在禁止这个部分。如果说我们只是为了拿钱而献弥撒，根本就是在侮辱天主，侮辱耶稣基督。因为弥撒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祭献，献仪是人的心意，不能够说因为你一定要给我多少钱，然后呢我才给你做弥撒，那变得就是一种利益交换。好，所以弥撒绝对不是利益交换，是我愿意主动奉献这台弥撒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神父也要看你的心意就够了。如果你真的没钱，你奉献不出东西来，神父教会说好好的给他做弥撒，这才是一个他真正的一个精髓的一个所在。好，那刚才提到的献仪，一旦接纳之后，不管那个钱多钱少，我们就要把这个义务把它完成。所以这套法律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一个神品的精神为基础啊，不要被贪婪所腐蚀啊。所以这也提到了一些过去教会所遇到的那些贪婪的一些现象啊。那一台弥撒，这我简单讲就好了哈，毕竟我们的时间是有一点点需要控制一下。原则上一个神父在弥撒当中只能收一台异像，只能收一台。换句话说，今天在场的人，如果举例子待会要做弥撒，有三个教友们上来说，神父我要奉献弥撒，那我可不可以为这三台弥撒一起做？原则上我可以做一台弥撒为你们的意向，但是献仪的部分我只能收一台。今天有 A 甲乙丙三个人，甲乙丙三台，我只能选择收一台。另外两台有两个做法，一个我交到教区主教公署让主教去处理，因为很多神父没有弥撒的，可以给他们去献这个弥撒。第二种做法，我分给其他神父把义务完成。总而言之，我不能够一次拿三台弥撒，这是规定。好，所以这也可以看出来他背后的精神是什么。我们不要说哦，我做弥撒今天一次就收十台弥撒，那会不会有养成贪婪的一种现象？会不会被贪婪腐蚀？会。好，所以教会一直在告诉我们，所以这就回到 一开始我提到的，我们常常把意象跟献仪搞混。意象可以接受好几个意象，可是献仪神父只能拿一台弥撒。那这台弥撒如果是修会会士，他拿这三台就是交给修会，修会会士他们会去分配给其他会士把它做完。那我们教区神父，因为我们拿这三台之后，我自己按照法典就会把这个东西两个做法刚才提过了，交给教区主教让他去分配。另外一个我也可以交给某某神父没有弥撒，我交给你把它完成。很重要就是说，教有限的弥撒我必须要把它完成，不能够说我拿了献仪之后就弥撒都没做，这教会非常反对，也对神父们很严厉的规定哈。那通常我们在什么时候会献弥撒？各位在场特别是教友哈，或者同学们，你们如果不是天主教徒，你什么时候会想说哎，会有一个祈祷的动作，我希望我考试考好一点，希望欧趴，希望我爸爸妈妈等等等，希望我的家人如何如何。所以祈祷
追思以往，这是我们教会经常会做的。什么叫追思以往？为亡者祈祷。现在此时此刻，11月是天主教会的殓灵月，是一个追思的月份。那我们常常会为一些亡者祈祷，死去的人。天主教会是唯一的一个宗教，在每一次的宗教仪式里面会想到亡者的宗教。各位，特别是非天主教徒的同学，你参加过弥撒的话，你就发现天主教的弥撒当中有一段祷词一定会为我们已亡的祖先的灵魂会做祈祷，因为他们需要我们祈祷，他们才能够升天堂。那我很多的祈祷的时候追思亡者，问那些亡者的灵魂，将来我们死了之后，我们也需要活着的人为我们祈祷，所以我们现在为他们祈祷，那后来的人也会为我们祈祷。那还有求恩，弥撒可以求恩，神父我要献弥撒，求平安，我要开刀了，希望能够顺利啊，度过一些难关，希望工作能够顺利，希望考试顺利，这个就是求恩。感恩得到了恩许了，有求必应的时候，为恩人们祈祷，为关心我的人祈祷，报答他们，求天主降福那些照顾我的人，这个就是求恩。还有生日、结婚、竞夺、发愿、主保瞻礼，那这个都是纪念日，特别在我生日的时候，我奉献一台弥撒，感谢天主等等，或者特殊的一些事件，那都是可以在弥撒当中，我们借着祈祷，借着整台弥撒，把这个意象透过神父，我们一起奉献给天主。那在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个概念呢，这是我常常跟教友们分享的这个部分哈。我们奉献弥撒到底对谁有帮助，对谁有益处？谁是第一个受益人？今天你身体不舒服，我为你祈祷。那通常人家会说哦，我为你祈祷，你病好了，因此你是受益人。很多人的概念是这个样子，我为你祈祷，希望你的事情能够解决。比如说我为亡者祈祷，为亡者奉献弥撒，受益人当然这个亡者啊，为他祈祷之后，哎，他后来升了天堂了，对他获得了天国的永福，对不对？他是受益人嘛，对不对？或者我为张三的太太生产一事祈祷，哎，结果他顺利的生下了孩子了，母子均安啊，所以这对母子是受益人。我们正常的想法概念是这个样子。那注意到这两个问题的共同点呢，我是要问什么？我刚才问的题目是谁是第一个受益人？我先让各位想一想，今天我为这个人生病祈祷，我为这个灵魂祈祷，我为这个张三的太太生下孩子祈祷，我为他们祈祷。我先问，我为什么要为这个人祈祷？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为什么肯为他祈祷？为他祈祷，为他肯定，为他好，这是一定的哈。那我再把题目再提醒一下，谁是第一个受益人？谁是奉献弥撒，谁是祈祷的第一个受益人？祈祷者本身的本，他的本质跟内涵是祈祷者的心跟祈祷者的性德，这个不要忘记了。什么意思？我为你祈祷，我肯为你祈祷，我为什么要为这个人祈祷？再回复一下，为这个人祈祷，为这个人献弥撒，第一个受益人是谁？如果我不相信天主，我对天主是怀疑的，请问我会为你祈祷吗？我根本就不相信天主，或者我对天主是怀疑的，我为你祈祷什么？所以当我愿意为这个人祈祷，
这件事情，这个人祈祷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已经在改变，我愿意为你祈祷。那表示我的信德已经在进步，我的信仰跟天主关系已经在提升，跟天主关系越来越密切。所以第一个受益人其实是谁？是我自己一个祈祷人，我愿意为你奉献弥撒，表示我的信德已经在提升，我跟天主关系已经越来越密切。所以其实是祈祷者自己是第一个受益人，我为那个人祈祷，我自己先得到了圣事的恩宠，对不对？好，所以我常问，领受圣事，我们为人祈祷，其实真的对你自己是有帮助的，提升了你自己的一个信德。奉献弥撒也是这个概念，神父，我愿意为我的家人奉献这台弥撒，因为我相信神父你的弥撒以及加上我们的信德，我们的祈祷力量，天主会俯听我的祈祷，我的信德正在提升当中。就是因为我相信天主，我对天主的依赖跟信任，因此我愿意为你祈祷，为这件事情我愿意透过弥撒献给天主这个意象。那教会也提醒我们了，奉献弥撒除了有所付出以外，也就是做出牺牲拿出献意以外，我们绝对不要忽略了一个生活的祭献这个部分呢。那这个日常生活的祭献，就是我刚才提的一开始提到的，我们都是普通司祭职，那将我们的生活当中结束的果实跟意象一并奉献给天主。那特别在场鼓励在场的教友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今天你这个星期你真的有一件事情可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你改变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人很爱发脾气，每一天都要发脾气，结果这个星期他只发了一次脾气，其实你弥撒的时候，主日弥撒的时候跟天主说，天主，我已经很努力了，我这个星期只发了一次脾气，献给天主，这就是一种生活的祭献，生活的祭品。这种做法其实对我们改掉一些坏习惯是有帮助的。有一个学生跟我讲说，他早八都起不了床，结果他听完这个课之后，他说他这个月只有一次缺课，有改变吗？很好啊，借着这种祈祷，借着那种祭献，他把自己的坏习惯改掉，这也就是一种生活的祭品。或者你愿意做一件事情，我跟那个同学，我很想帮助他，可是我始终没有办法，因为可能某种原因，这是我积极的鼓励自己去协助他，做得很好，然后弥撒当中的时候，主耶稣感谢你，这次我真的付出了行动，协助了那个同学，我把这个成果，我透过弥撒，我祭献给天主。所以弥撒它不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我来参加弥撒，而是把我自己的生活结出来的果实，我们奉献给天主。所以这样弥撒跟我们的生活就完全是结合在一起的。我常常强调，信仰生活，信仰是一种生活，它不是一种宗教仪式或者是宗教知识，信仰跟我的生活有没有关系，这个才是重点。否则的话，就是耶稣所讲的那些法利赛人，你们就是外表恭敬我，心里离我很远。所以天主教会对于这个信仰生活是非常强调的，耶稣基督是真真实实的临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生活的天主，他不是一个历史上的耶稣而已。那最后一点，弥撒与生活是分不开的，刚刚我提过了。那这个部分想念办法要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也提醒在场的人，这些话不好听了，我就常喜欢讲一些不是不好听的话了，而是说直接针对问题切下去嘛。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些法律人，我是法律系的，很喜欢面对问题，看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那边糊弄一大堆事情。一个有信仰的人的行为比没有信仰的人更糟糕，
这个话听起来很讽刺，对不对？那我们要不要去反省？那一个基督徒的言行举止比一个外教人更差，哇！那你信？你看那些信仰耶稣的人，比一个外没有信仰的人更糟糕，哇！听起来很不舒服啊。但是这个话，我们要不要去反省？要不要去想？哎，你这个什么神父啊？看起来是不像神父，比一个教友的行为还要差，你的修养那么差。这种东西，其实我们当我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不管是讲我讲别人，都要去反省。不管他比较对还是不对，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们的透过每天的弥撒、祈祷等等，我没有改变我自己吗？如果弥撒只是一个样板，只是一个外在，当然这个信仰深入不到我的内在里面去，自然而然的也就不会活出那个精神。我常跟人家分享，信仰绝对是成于中而行于外的。当我们内心真诚，外表自然而然的表现出来的那个态度，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如果我们内心没有真诚的信仰，我们肯定的，我们表现出来的也就是一个比别人还不如的一个态度。好，那这些背后的意涵，真的可以去想一想。好，如果我们是教友的话，那我们来参加弥撒、领圣礼，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嘛，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这个信仰又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做最后的一个算是结论嘛，哈。后边还有一个小结论呢，我们的一个心态到底是什么？我们参加弥撒，绝对不要只流于形式，这是我第三次讲的哈。那我们来参加弥撒，真的领受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获得这个圣事的恩宠，好好的透过我们的生活，把耶稣基督活出来。消极方面也是改正我们的缺点，那同时我们也积极的为耶稣基督做信仰的一个见证，哈。那再次提醒，生活的祭品，我们都是普通司祭职。那弥撒绝对不是只有神父一个人在那边唱独角戏。是整个参加的人，神父跟教友们一起来奉献。你们是普通司祭职，神职人员是公务司祭职。那弥撒祭品也不是只有饼跟酒，或是奉献的这个献仪而已。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耶稣基督的教导，把我们领受的耶稣进入我们体内的耶稣，把他的肖像透过日常生活把它活出来。那么，我们也鼓励教友们奉献弥撒，哈。那再次的提醒，弥撒不是一种买卖，它毕竟是一个圣事，不是一种金钱交易。那神职人员领受了这个东西，看出你的心意，我们也愿意诚心的为你奉献弥撒，我们也会尽心尽力的为各位的意向做祈祷，不敢稍有松懈。那最后就是叫我们奉献弥撒态度要正确，哈，尽可能的。也同时参加弥撒，因为我们遇到这种实际状况，神父，你帮我献弥撒，好，我走了，我对不起，参加弥撒，你不是把献丢给我，你就跑掉了，但是有实际状况啊，神父，我没有办法，请你星期三帮我献弥撒，你不能来参加吗？不能来参加，好，我早上7点钟做弥撒，7点钟的时候，请你在同一个时间，尽可能的你也做祈祷。这个才是一个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祭献，而不是说神父，我献弥撒丢给你之后，责任就是你的啊，不是这个态度。所以可以看出来，弥撒整个它的共荣性是整个教会连结在一起的，哈。那这个就是弥撒。那最后我想就是谢谢各位的参与，我一定要掌握你们可能要上课时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好，最后欢迎各位，这个静心堂，还有中辅中心，这也是天主教会的，辅仁大学的一个中心啊，信仰的一个中心。有任何的疑问，我们校牧都在，秘书也都在，中辅中心人都在，非常欢迎你们，来这边认识天主教。天主教会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听起来你们觉得很奇怪，这个特色叫做我们不会主动传教。
这是天主教会他的 style 一个属性啊。但是这种不主动不表示我们是消极的，而是我们的个性比较含蓄一点。所以你们来这个地方认识天主教，我们很欢迎，不是强迫你一定要信天主，但是你认识一下天主教不是一件坏事。毕竟你想想看，你在这边读书四年，天主教大学四年，然后你对天主教一无所知，其实有点可惜啊。所以中午中心的设立，他们也很愿意替你们受业解惑。那如果各位有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可以到楼上祈祷，我相信耶稣会聆听你的祈祷。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校牧，我们就可以结束。好，谢谢。好，我们再次热烈掌声，谢谢我们的金神父。金神父是法学专家，那我是法学不专家。但是呢，我是从这个信仰的角度，我们一起来看弥撒，然后看这个奉献。所以我在想说，我自己本身哈，到今年做神父25周年，我自己的神师以前的时候，他跟我讲一件事，他说我做弥撒每一天到现在，我从来不让我的弥撒成为例行公事。啊，那句话给我影响很深。我们很多时候，如果一个事情变成例行公事，它就慢慢失去意义了，也失去味道了。学生来到学校，其实刚开始为什么？我就是因为要学什么东西，我愿意去体会。可是呢，因为学校的作息毕竟是固定的，所以呢，你每一天在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起床，你就必须要做什么。然后呢，好累啊，有的时候，那慢慢慢慢的就是。当初我为什么要来学校啊？变成例行公事以后，那个学习的动机降低了，那个整个学习的意义似乎也正在衰减当中。这个在学生是这样子，夫妻也是这样子。当初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啊？因为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耶，而是你情我愿，我们这么样子的看到你，就是我心目中，我整个生命中的真命天子，所以我会愿意跟你成为夫妻。可是成为夫妻以后呢，每一天的事情又这么多，然后呢，两个人还要沟通，沟通还有两个人的家庭要去负责。那这种造成的这个拉扯，常常让我们夫妻之间的生活就产生很多的摩擦，然后甚至于每天都是这样，每天都要去忙婚姻生活，变成是没有去考虑的例行公事。如果是像这样子的话，这就是婚姻步向死亡的那个危险。神父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我不去好好去反省我奉献什么，而今天我们奉献的人，第一个是得到好处的这个人，例行公事的结果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了。所以这是让我们值得可以去想一想的。我们特别邀请了金神父，那帮我们来讲这个弥撒，我们来讲生活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回到我们当初，我们为什么有心。那这个有心不是我真了不起，而是因为真正体会到天主对我的那份邀请，我愿意去回应。那么让这样子的精神慢慢在我们的中间流露，我们就常常是越来越有精神，也越来越有力量，好不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我相信我们大家在听过了金神父跟我们分享的，我们就更清楚了。如果因为金神父讲的是已经是进阶级的，还不太清楚那后面是什么的，没有关系，我们还希望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慢慢的分享。再一次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我们的主讲者金神父，谢谢他，谢谢各位，平安喜乐。